大家好，我是查皮斯，我今天为大家继续带来查皮斯的生存冒险系列。大家好，我是查皮斯，我今天为大家继续带来查皮斯的生存冒险系列。这应该第八集了吧？如果我算错的话，抱歉。然后各位，我上次总算挖到铁矿了，我上次偷偷的玩啊，就挖到铁矿了，还不错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又挖到又还有23个，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再做完我们的盔甲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可以说是蛮轻松的，今天我打算就处理一下家里的事就好了，这集就可以圆满结束了。然后再把铁烧一烧，我们就先处理一些家里的事，我们这集就可以快快乐乐结束了。对啊，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一集系列。哦，还不错。我们小麦长得很多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地，非常好的一个改革。我刚开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好像小麦非常的缺，然后就现在已经种成很大户，然后我现在已经还有27个面包可以花，可以吃，真的觉得美。虽然这几集啊，不是这集应该是第八集，然后对啊，就算这八集下来，可能我觉得不是玩所有都很完美，我还不错，我玩得很开心，我相信各位看的应该蛮开心的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就不断的在收种子，收小麦。感觉有种兴奋感，你知道吗？萝卜也长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可以去引猪。我要看能不能引到猪。OK， 好，种一个下来。总之我们现在的农业算发展的非常的好，真的，至少比以前好多了。以前可以说是超级无敌的拮据。我还记得，其实我当时去挖矿是从家，是在家里下面挖的。如果各位不信的话，当然翻出证据来给大家看。我带回家翻证据出来给各位看，我在地下室，我在那个我们的地下室下面挖的痕迹。所以这集就很轻松的把它玩完就好了。所以这集不用太绷紧神经，我们也不用做太多的事。OK， 小麦全数收完哦，好多哦。好多小麦啊，太感动了。剩下的小麦在我们面包吃完之前，我就先收走。然后现在身上有2把铲子，这就是当时挖的时候，然后先拿着比较烂的铲子。OK 的，小麦超多超多的。我听到僵尸声，应该在附近。在这里挖的，哦对，在这里。按照都在生僵尸了。哈哈，去死吧。OK， 然后大致上就在这边挖矿。对。好吧。有点瞎，我再下去烧，所以我们就暂时先不管这里，因为太有心了。好，我们之前紧急状况才吃腐肉，现在已经不用了，这样我们已经算是个蛮有钱的人家了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装备都做完了。我看看，我缺鞋子，还有头盔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头盔就 OK 了。哦，我们剩下的就可以存起来，这也是。现在我们全部的装备，那我们今天先去睡觉，明天我们去找猪好了，找猪回来跟牛养在一起。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，我们就有全部的那个动物都在我们齐聚一堂在我们家了。OK。我们刚才已经有再种一颗，所以就可以继续繁殖下去。然后我们现在就那个一下，出门去找一下猪。哎，算了，鸡不理你了。我要出门去找猪了。
我、哦、希望还有那种仅存的猪没有被我杀完的猪，希望，不过应该是没了啦，通常都被我杀光了。嗯，没办法，抱歉了。反正我们只要不要离家太远就好了。我前妈妈亲自回他，就是之前一直害我死的家伙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干他。哦，这是苦力怕。OK， 干掉一只苦力怕，有点兴奋。我们今天还是去以往发现牛的地方来看看。如果猪的话，我们就当然就先引回家。不过我们这一天我们也先不要去，先不去引。我们这一天就直接先看有没有哪里有猪就好。哎、欸，前方好像有岩浆。真的，前方发现岩浆了，我去岩浆那边看看啊。反正我现在是身上什么东西都具备了，连铁矿都，我连铁装都有了。我只需要不要再死就好了，我不要再死了，我要真的发誓，我不要再死了，我不要再死了，我不要再死了。哎、欸，猪哎、欸，看到猪了，等一下，哦、好像只有一只哎、欸。哇，而且从那边我要怎么回去？哎、欸，不止一只，问题这边不好引啊。哦，好危险，太有点僵了。我想办法从一条比较快的路把他们引回去。听我说，这边真的很不好引。没关系，我就直接先拿这一块。哦，猪管有反应的。啊，糟糕！哎，我很难死，我应该熬入再引猪的。好、哦、抱歉，好，猪过来吧。好，最慢。哦，前面应该可以上去。对。哦。哦。哦，能听话、啊。好，乖。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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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。我怎么好像在说过了？乖、啊。哎，这路真的有够不整齐的，抱歉，我先看一下。我先开一下路，好，我就上来了。哎、欸，不，刚才爬到全白费了。听着，不要再闹别扭了，过来。对，过来看我一下，居然直接跳下去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了。为了猪，这一切都值得。过来小猪 ，OK， 我、哦、还要从那边绕回去啊、哦，感觉好像很辛苦。我那边走得上去吗？哇嘞！嗯、为什么你们算？拜拜，我放生了。我们刚才那个地方你太不容易了，所以我去其他地方你好了。我不确定其他地方有没有仅存的猪啊，应该是可能已经没有了吧，或者可能还有。我记得刚才在上面还有看到一只猪啊，怎么也不见了，怎么都不见了。嗯，你讨厌我，因为我天然弄哭了。哎、欸，前方发现一只猪了，应该不是刚才那只，所以我这就是离我家还蛮近的，会自己。哎、欸，哦，两只哎，哎、欸、被我赚到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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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这边就有，原来这边就有，哼，挺酷的。这边 ，OK， 你们成了我的囊中物了，来，进来，过来，两只猪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蛮喜欢吃烤猪肉，因为烤猪肉很补，超补的。来，过来，
来，我们看到，哦，痛了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受伤？算了，来过来，我们快要到家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好，越来越加速，看你们能走多快。看到喜欢食物，每个人都这样。我现在走用超快速的速度走路呢，我现在，好了，算了，等着你们好了。我只是不想要熬到傍晚的那种，甚至是晚上，因为那时候通常都没有太好的，都没有太好的那个成功的几率。我以前在晚上引动物通常都失败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想从我家跑去哪里？加油，爬坡，爬坡，好，乖，爬坡。我让你们直接跳进我家好不好？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直接跳进我家？从这里，如果这样子猪又再继续爬坡 ，OK。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，猪猪，快看，快到，快到。快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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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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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到了。呀，哇，哇，还不错，两只跟着我跳下来。哎，也没想到他们直接偷吃不掉，跳到我们家，看应该不太可能。可以让你们先认识你们的新朋友。好，这个这两位叫猪猪，要多多保护他们，虽然你们应该不会认识。哦，你这个找我麻烦的，看不到我吗？飞行猪，哦，好感动啊！都知道小猪了，我把这边堵起来就好了。最后一块就是上面那一块的，口不为墙的这一块。呀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这集也玩的算 OK 了，然后我们把这边放一放，这集就结束了。我们去采收一些小麦再结束啊。OK， 我们采收的真，我们种了好多小麦，吃都吃不完小麦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种的应该够我们让我们吃很久，非常非常久。好吧，晚一点再出去。我还没想过会把它直接踩爆。但我真的可以赚点种子去喂鸡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集先结束好了。看，要做就把它做完，直接去把它引好，那就一颗吧。我把它放进去，我拿来。冲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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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的。看来，这里，哎，弄好了，再把东西放回去。甘蔗也可以去采收了。哦，我们现在生活就已经够得上 OK 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就去采收点，把甘蔗还有棉花拿回来。哦，要晚上了。不用离开我自己家，就可以采收到甘蔗，大福利。OK， 这些都是甘蔗，这些都是甘蔗。南瓜，南瓜。你们不会有对甘蔗有兴趣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